来，因为这样以后整理比较方便嘛，就不用在这边做分享。好，那您看，假设我分享白糖为主的话，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可以拿笔来这边写，或者要打字。好，所以老师您可以在上面，比如说那如果老师您去教那个程序啊之类的，我就可以把程序码给贴进来，直接贴进来让同学去看。那我们来这边做讲解。好，这是第一种方法，就是以白板，这个是这样的哦。所以老师，如果你已经有取得三人权了，你可以试看看。老师，现在画面不是我的哦，我们不是用广播哦，我们现在是进入线上会议哦，所以您可以操作，您可以操作吗？行了，老师可以，如果没有举手的，这个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直接用。改元素什么是在这里的、啊、哈？有没有？老师可以操作吗？我刚才还没有看到，还有举手的，我现在把它同意同意。老师不能操作对不对？因为我忘记一件事情。要问演讲者同学操作吗？把画面老师您借我一下哈，我从我这边来。要问演讲者才可以，来您看一下，我们右手边这里，老师有没有发现参加者在这边，对不对？那主持人现在是我，下面是有演讲者，如果他是演讲者的话，他才可以操作。那我想，比如说把我们请到老师来这边，作为什么主持人或演讲者？这个时候我把它设过去了，它就是变成演讲者之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就可以操作。那我们把画面还给大家，那老师这边去看嘛。这里就可以在上面在左上角有一个那个笔，有没有？您给我画看看。有了。不过刚才呢，其实这个白板哦，我们用到。不见了很多，所以老师都是沟通为主。那可以的话，我们就把麦克风啊、视讯，假设是沟通，我们用这两个就好，不就那样白的。那比较多老师用到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共享荧幕，共享荧幕对，因为您可能要做教学，可能是做简报，那么我们来看那一块怎么做。好，你看我先把那个屏幕共享一下哈，来把它关掉一下。现在您的画面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先用广播的哈。先广播的，好，你会发现在我这边是有共享荧幕，有分好几种，那您可以按一下共享我的荧幕。好，那这些呢，他问你，你是要放在哪个应用程序，还是怎么桌面？如果老师您比较常会就是不同应用程序间切来切去的，我会比较建议您这样桌面，啊，那是怎么桌面？那我就按共用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把画面还给你了。你现在看老师的您自己的画面，我把它切过来，比如说我要讲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对不对？但是有没有发现好像画面只有一部分，还是全部？只有我刚刚那个区块里面才有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区块里面才有啊，有没有？只有这个区块里面才有，右手边的是不是会断掉？所以如果说哈，老师您在做所谓的荧幕上的广播的时候，就是在里面，我建议老师按下全荧幕，因为按全荧幕的时候呢，它右手边的会收起来。这个时候，老师在看我的画面，是不是比较完整，比较像我们在真正上课样子，对不对？那我在操作的过程呢，您也都可以看得到。但是，建议老师就是操作速度哈，在这种线上会还是稍微慢一点点，比平常的速度要再慢，就是用三分之二。或者是以上的速度，才不会哈那个比对。那如果老师播的是影片，可能比对情形会比较严重一点哦。好，所以原则上来说，老师如果对简报或者是就是一般性的教学来讲，其实这样的个互动性还算蛮直接的。好像我现在回小叶，所以我自己今天会觉得说，线上会议这一块会比较多。那么如果老师要上课的时候，您要录影的话呢，怎么办？比如我现在上课了，那我要录影啊，您可以从这里来哈，这里有一个叫做
我先把前面先关掉一下。您看这边会议里面有没有叫做录制会议？在这里，录制会议，对不对？您可以想这个按下去，那按下去一样，跟我们一般的录影一样，你就把它确定之后，这时候它就开始录制了。好，就开始录制了。好，那我一下把它放到群里面。OK， 所以平常我在让朋友真正去用的时候，做之前啊，我大部分都会先在教室里面先大家玩一次，玩个几次之后大家比较熟了，我们再用，可能中间那个问题会比较少，啊，不然可能会觉得比较不是那么 OK。那您可以看到像这样子，好，像这样子我已经录好了，假设已经上完课了，我们就回到这边，把群里面关掉。然后这里停止是在这边，我把它停下来。这时候呢，它就开始做停止录制的动作。好，等于说我刚刚那一段就已经录下来了。所以，您如果再传我们这里，您看这里线上会议有一个录影记录，就会找到刚刚那一段影片，有没有？就有一段影片在这里。好，那么点击两人就像我们刚一样，就可以重新回顾，还要把所有大家讨论的过程，就那一段时间，你就全部都录下，好，就录影下来。不过一般就是比较老师要注意的，就是像我刚刚讲的，很多时候以前刚开始用的时候，都忘记开全荧幕，结果开始都告诉我说，哎，老师画面好小哦，因为右手会占掉一些空间，对不对？右手边会占掉一些空间，好，会差别是在这样子，所以。在这里最主要老师会用到就大概是这几个功能。好，那当然如果说你要一般的讨论的话，我有做过，就是同学之间你要去跟群组去讨论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做有点太复杂，他会分组讨论。比如说我们今天上课是大家分组讨论，那我可以进到这种分组讨论组，我就把某几个同学，看你要几个同学规划成一组，分组一分组二，然后等时间到了，比如说二十分钟我们再回来，那他们分组讨论内容呢，就可以下去巡视，当然你就不用走动，直接就切换到哪一个会议这样子。啊，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就有点太多了，有点太多了，可能会太复杂，所以建议老师可以先切换看两个，一个就是那个排版的功能，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共享我的萤幕的。好，那我希望呢，既然是这样的，我就把我的共享萤幕先把它切掉，您现在应该就切了自己的画面了。啊，您现在就是在自己的画面上，对不对？您可以试看看啊，你如果说你要共享，